出来，你紧叫豆豆来眠床佚佗，安尼就会当和志凯甲佳美两个人早生贵子，多子多孙。豆豆，阿妈讲哦，你会当去眠床顶耍，啊，你平常时哦，毋是上爱伫喺眠床顶安尼跳来跳去，来，紧去，豆豆，豆豆来，上去玩。啊，肯定是好啊！你也有东西，滚来滚去也可以哦，好不好？你要怎么玩？哇，再滚过去一次好不好？哇，好不好玩？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！豆豆，豆豆，哎，跟我盖来啊，去刀圣啊，豆豆，喜不喜欢？喜不喜欢？喜不喜欢啦？喜欢，喜欢哦！跟个漂亮阿嬷哦，漂亮阿嬷，豆豆。哇，好棒哦！豆豆好乖，来，豆豆，漂亮阿妈给你糖果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董事长要说什么？阿公谢谢。要说什么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棒哦！哎呀，不然这好心情就去勾嘴了呢，不怪心里叫你要疼啦，豆豆。豆豆。那你乖乖跟叔叔睡觉啊，妈妈一起。那你先陪伊睏哈。叔叔一起。好来，宝宝紧睏啊，乖。眼睛闭闭。人家就是要慢慢的，不过其实豆豆也需要爸爸，尤其是查甫囡仔，只要有爸爸在，才知影要安怎变作一个查甫人啊。保护豆豆一个爸爸，是我对伊上大的亏欠。志凯，其实你已经有一个囡仔。豆豆就是你后生，哎，豆豆真正足古锥的，卡输我甲佳美囡仔，麦当遐尔古锥，安尼就好啊，豆豆。像安尼。你真正要安尼就放弃啊？啊，好多的爸爸去娶别人了。你莫出声。过来。有啥啊？哦，无代志啊。婚礼还袂举行，你还阁有机会？赶紧趁钱嘛，甲志凯讲，你就甲伊讲，豆豆是伊的后生。赶紧讲啊！你别再吵，我已经下定决心，我要祝福吴妹甲志凯。